2022年3月14日0到24时，我市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例。3月5日0时至14日24时，全市呢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7例，其中轻型51例，普通型26例，均已及时转运至定点医院，也就是我们市胸科医院隔离治疗。为防止疫情外溢，从今天起呢，我市呢加强离市通道管理，全市所有人员非必要不离市，确需离市的需持西安一码通的绿码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县人员呢，原则上是不能离市，因外出就医等特殊事项确需离市的，还需持所在区县开发区疫情指挥部开具的离市证明，经查验后方能通行。